睇片之前记得点赞、分享、订阅，揿埋隔篱个钟仔，几时有新片就可以即刻睇到。相信大家对浪漫系已经越嚟越熟悉。事关浪漫勇士喺10月7日跑澳洲东堡锦标一级赛得第4，当日比赛表现相当唔错。跟住再有今次陪住浪漫勇士远征澳洲同马主浪漫风采，喺啱啱过去嘅星期3下昼，于维省智朗马场喺麦杜朗胯下跑1700米赛事后上得第4，演出亦令到在场打气嘅马主刘柏辉同埋练马。先沈集成收货，去到呢个星期6下昼，出身香港国际马匹拍卖会嘅浪漫勇士，可以话系进行出世以嚟最重要一战，将会火拍麦杜朗喺维省满里谷马场排第7档角逐奖金，接近2500万港纸嘅2040米一级赛。一旦成功击败同场所有对手赢马，呢匹总奖金已经超过8000万港纸嘅5岁良驹，将会成为香港第一匹马胜出郭士屯，亦都会系近8年内首匹喺海外赢国际 G1 嘅本地马，含金量同历史意义都好大。去到呢一刻，大家最想知嘅梗系浪漫勇士近况系点？练马师同马主齐齐向大家派定心丸。沈集成今朝安排浪漫勇士先由随行马夫拖住慢行30分钟，然后出跑道踱步2个圈，跟住就翻马房冲凉，等佢唞顺调气再食饲料。沈集成又话浪漫勇士食料正常，体重 keep 住喺正常水平，大约有1142或者1144磅。沈集成坦言浪漫勇士上次跑东堡锦标状态顶多70%，虽然家阵都未去到10足，但大概都有90%至90.5%。他又说隻马去到满利谷之后试过2次草地快跳，麦杜朗每次的操练汇报都很正面，浪漫勇士对满利谷马场适应得很好。沈集成又表示，于东堡锦标赛前浪漫勇士已经4.5个月没跑，一生首次参与左转跑道赛事，加上赛前遇到不少的困难，表现未算太出色，可以理解，更何况郭士屯自是此行主要目标。沈集成同时透露会指使麦杜朗以简单方式拆骑浪漫勇士，如果这马阵上能够适应跑道的急弯，就会几有机会赢得郭士屯。至于马主刘伯辉，俾足120分沈集成马房团队。他说沈集成每日同他沟通2次，无论是马匹食料、操练，亦或按摩师，甚至麦杜朗先后来回3次帮浪漫勇士做好操练，每个细节都做到10足10。他又说以东堡锦标作为澳洲热身赛，浪漫勇士上仗跑得几好，今次状态同修身一定好过上次。郭士屯头马奖金有1490万港纸，讲到自己有几大信心赢呢匹马 ，Peter 就话以平常心对待。至于佢觉得今场对手相对较少，加上7档历来喺郭士屯赢出次数最多，希望浪漫勇士到时可以跑得更好。讲到今次对手呢家嘢，浪漫勇士最难过嘅大概都系狂迷女孩同强人斗士呢两关。狂迷女孩骑师是专程由香港去澳洲客串一日的潘顿，至于强人斗士练马师活猴夫人在澳洲有几出名就不用多讲。活猴夫人说强人斗士随着年纪而进步成长，本身体型庞大，后面身躯大到餐台咁大，是一匹出色的赛驹。他又说自己好幸赢一次郭士屯，因为这场赛事好能够展现澳洲赛马特点，赛事充满速度，过程刺激兼活力澎湃，简单来说就是无与伦比。另外还有胜出 G1 东堡锦标的踏金行，至于对手看沈集成怎么说。跟麦杜朗都有今早都有通过电话啦，他认为最强的对手就是 Militize 武装自己啦 Alligator Blood 就强人斗士啦 Go Trip 踏金行啦，同埋嗰只 Fan Girl 就是狂迷 女孩啊，第4只啦，佢都系认为呢4只系我哋最强嘅对手。与此同时，满利谷马会当正浪漫勇士团队是上宾，行政总裁 Michael Bower 昨晚专程邀请刘柏辉、沈集成等人同满利谷及维省马会高层互相交流。Michael 表示感谢佢哋愿意派出浪漫勇士呢匹良驹嚟到澳洲出战郭士屯。
并预祝呢支香港大军能够取得好成绩。沈泽成同刘柏辉提提大家，到时记得帮佢哋加油打气。既然系咁，劲马祝浪漫勇士听日礼拜六角逐各市场马到功成啦！